乔氏餐馆，欢迎电话订餐。喂，是李梅吗？我是史教授，我明天给你打电话。请问你是哪位？这是110报警电话。您想把电话转给谁？你打错电话了。这是什么号码？你想和谁通话？他现在不在这儿。我可以叫他给你回电话吗？我待会儿再打给你好吗？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？